我最近在做红包呢。哎，不要你哦，我爱洗红包，我是罗家冠洗。哎，今天有问到有没呢？我现在还没开封哎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啊。那你有洗包有没看？好，我来一个干贝酥啊，用气炸锅的来加一啦。干贝酥。对，干贝酥。哦。哎，伊的正经爱用咱这个干酥罗，用迄个油罗去洗再加进。我拢买过。啊，你买食过只吗？哎呀，好好吃啊。干贝酥的用气炸锅哦，你看迄个骨肉分离安尼，哎，伊个皮黄皮哦，啊，伊个干贝黄干贝安尼，哎，这个分离，哎，我今天看哦，真的有够难吃安尼，啊，你看看干敷一下有无？再热油一下，敷一下就好啊，你看安尼哦，足简单嘞，加做很好嘞，哈，加做很好嘞，哎哦，现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安尼吼，再来养只干贝酥安尼，应该养只嘞，不养只，赶紧，安尼我来讲。会晓煮吼，啊你有这买，你有这买啊，我有这煮安尼。哎，啊你若无我多买，无嘞，阿孙哥，大家想吃干贝酥，啊咱做伙食，你买，啊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买，啊我煮，啊咱两个吃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名嘞，你拢无名的，好讲好做上无，你嘛讲啊我为冰箱啊摕出来安尼，我摕出来，啊你有这饭盘伫遐等安尼，有这帮伊倒摕啦。先甲面起来盘，哎，然后我有这甲揢落安尼啦，啊，你有这甲冰冰哦，啊，你有这甲面哦，面出来嘞，对啦，面万项，但是拢爱分工合作，对啦对啦，啊，无讲干，咱一个人咧做安尼，安尼就做第项个啊，对不起，咱家己良心安尼啦，对啦，我咧讲，大项拢总唔免烦，好，所以干杯来敬吼，大项拢唔免烦恼，嘿，干那烦恼钱尔，啊对啦，哎，啊那钱方面哦，大项拢，咱大家拢爱烦恼，良心免烦恼啊，足奇怪嘞，足皮皮个。真的，是那一种头家吼，真系着你作衰。真的，哈哈哈哈哈。要放假。个滴个咩？放假放假，唔知要安怎呢吼？系啊。啊，钱领干咧，只大伯唔知要安怎呢？那我唔敢领钱，我拜托头家你卖给我安尼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哎，我来啊！头家那边发钱哦，我若无做，我嘛唔敢提啊。对呢。哎，伊就讲啊，迄落哎，我着叫别人做主持，无你来啦，你来我讲我钱哦你。我唔敢啦，我唔敢啦，哎。讲到吼，唔敢提收金安尼啦，啊像我那样，若无我，我若无甲你搭麻水吼，万免互我红包安尼。但是我咧监管吼，那有互动啦，互动，加加减减啦吼，哎，但是非常时机，啊，咱嘛是拢买安尼啦吼，啊，那好朋友若挡袂牢的话，嘛是我都接受啦。哦，等你无啦，安尼过孙金义，对对对，孙金义你知啦吼，哎，啊，我这个干纯穿帮啊一条路，出来无法度安尼，但是内面无穿啦，啊，外口穿啊，足好势安尼，外口潮潮，内面无潮潮吼，凉凉啦，哦。顶安尼烧滚滚，下骹咧拉米粉安尼吼，凉凉安尼。我有检查过呀。我检查过，大家来，我拢阿罗皮看，阿妹，大家来，我拢阿罗看卖下咧安尼吼。来，阿姊妹，你继续出来拜。你继续来秀情色的吧，嘿。来，情色的搭配哦嘞。人心就是有本钱。来，安排情色的搭配。大家这个围巾，哇，围巾小姐刚才在秀。对，哎，这回先回来，别再来开会啊！
起劲的女孩。